当地时间3月10日早上8时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客机起飞6分钟后，在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南约50公里的德布雷塞特坠毁，机上149名乘客及8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，人员来自中国、美国等35个国家及地区。罹难中国公民共8人，5男3女，其中一人是名叫曾成义的香港人，为联合国环境署驻肯尼亚办事处的职员。香港居民曾成义本科在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就读，随后赴英国升学，毕业后曾在联合国驻意大利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工作。他现年37岁，已婚，与妻子育有一名儿子，全家自2016年起在肯尼亚居住。曾成义在他的网络社交平台经常分享他在非洲的生活经历。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表示已获悉此事件，并主动联络曾成义家人，按家属意愿提供一切可行协助。入境处会继续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、中国驻埃塞俄比亚民主共和国大使馆、当事人家属及航空公司保持联系，密切留意事态发展，并积极跟进事件。涉事客机事发时坠落并撞出一个大洞，救援人员已尸带运走遇难者遗体，有目击者指现场火势猛烈，消防员在事发后近3小时才到场。埃塞俄比亚航空行政总裁表示，当值机师是资深飞行员，出事前曾通报操作困难要求返航，空难原因仍然有待调查。有航班追踪网站指，客机起飞后的垂直速度不稳，但现场能见度佳。Kenya Airlines is one of the safest airlines in the world. At this stage, we cannot rule out anything.